掉劲爆我感觉是最好的，掉这三本书功能榜打成值200,000这样吧，这宝宝打成值200,000，现在只值20,000多，但这只资质好。问一下老板在不在直播间，在的话我就直接摁进去了。一本须弥真言，来吧须弥真言给我进。掉魔星，我打这种八技能大部分掉魔星。魔星还在，分雷泰山水脉烈火司马入书没掉，须弥真言给我出来，须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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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我他妈的被双盗了，我他妈以为劲爆掉了，恶心的一品。